首先先关心来自嘉义县的消息，这是民雄兴中国小28号庆祝创校百年，毕业校友洪贤荣一直将父亲无就学的遗憾藏在心中，趁着百年校庆出租打造校史馆，并命名为北京馆，纪念父亲洪北京，是很上阿爸去学校的愿望。屏东国小举办百年校庆日前筹备会议，校长陈宇水又感珍贵丁总教育本部用心，提出校史馆的构想是获得校友洪贤荣的支持，也不问爱开偌济钱，只表示我出钱，你来做，这就校长真感动。离校史馆28号开馆，并命名为北京馆，包括馆长张华官、民雄乡长何家兴和济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参加开幕式。因为他爸爸叫做洪北京。老先生过去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，往往要记录的时候只能用圈圈叉叉来记录，所以呢，他一直怨叹无机会读册吼，唔捌囡仔青梅有共款。所以这次洪先生他希望送阿爸来额外读册，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成就了校史的收集。整个学校的校史非常收集的资料非常完整，表示说哈历任的校长跟老师跟学生非常用心的哈，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学校哈不但是这个读书，连运动排球、拔河都是非常的出名，而且他们是以猫头鹰作为他们的校徽，大家都知道猫头鹰代表智慧的象征哈，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有很多的猫头鹰的校徽在学校各地哈。洪北京先生哦，不太册啦，啊，所以爷爷子女孙子在这里哈，都在这里念书哈，非常哈有成就。屏东国小毕业校友洪贤荣表示，除了完成父亲心愿，送阿爸去学校的愿望，也帮助校友找回母家的记忆之光。更重要是让下一代了解，当年散家人要读册非常不容易，要好好珍惜。校长陈宇水强调，欢迎老中青各代校友回来学校上课，找回成绩单。百年回友竟然心中的目的，当然希望我们所有历届的校友师长一起回来学校走一走看一看，因为这是他的母校，这是他的娘家，所以这是百年校庆里面最最重要的活动，有大家的聚首才有记忆，有记忆才能成就校史。屏东国小庆祝百年学校盛大举办校庆活动，安排各年级学童进行表演，在28号也举办暖心活动，由师生、家长和社区民众大约300多人骑着自行车对学校出发，沿路播送校歌、互送盛会，并邀请民众参加28号校庆活动，一波接一波，百年校庆气氛相当热烈。三星科教红明雄乡采访报道。